棒。放在笔记本。放在笔记本。好，这个不一样。哎，对。三个边都不一样长。三个边都不一样长，三个角是不是就不一样？用工具，用尺。我家老师现在没有带，我叫你回家买过来。来，所有人画一个三角形，三个边不一样长的三角形，三个边要不一样长的，用直尺画。我们跟三角形有关系的角度是什么？跟三角形有关系的角度，对。我是。如果两脚到最上面，就是可以90度，所以两个都是90度。那如果不是这样，如果是这样的关系，这两个角还可以叫90度吗？不可以。这时候其实这边有四个角，这时候的这四个角我们。称它为90度角，然后呢，我们也会给它一个名词叫做直角。直角，因为直直正正的上去。那现在问题来了，如果没有直直正正的上去，是弯掉吗？你觉得像这样子比90度还小的角？对，对，这样。为什么呢？它尖尖。对，尖尖的。所以像这样的角，像这样的角，我们称它为锐角。尖锐的锐，就是我们会把东西磨尖，铁杵磨成锈钢，对不对？它磨了尖尖的锐角。这个角呢？超过90度，没有那么尖。钝钝的，说什么叫做钝角？所以所谓的钝角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到底90度？比90度还大，就比直角还大。所谓的锐角呢？小于90度。来，把这个头发放下来，这边这样。是直直的上去，歪掉了，歪掉了那个180度角，180度角有时候你会把它叫做平角，也就是说一个180度角，要嘛一个180度角，要嘛就是可以切割成两个直角，一个180度角，不是可以分割成两个九十度来补成180，啊，不然就是一个钝跟一个锐补成180。如果你用一条线切开的话，不是一个锐跟一个钝，就是两个都是直角，就只有这两种情况。180度角，一个180，两个都画。然后这样子是补成180。
包含你们在量角器在量角度的时候，一定是从一条边量往另外一条边，从一条边往另外一条边量。当你这个地方对准之后，从一条边往另外一条边去量。好，那你量出来，如果比90度还小，你就说它是一个位角器，位角。教了，我们上来画一个三角形。三角形，三角形，画的越奇怪越好，但是必须是三条直线。三角形。对，是三角形。你知道什么叫三角形？张特屁威。啊？气吗？直接上台画，试试看。真的。知道就会画，那就画大胆一点，变，哎，大胆一点，对，很好，不太多了哟，哎，三角形，对，非常好，对，通常哦，我们的人哦，如果没有给你规定要怎么画的时候，其实他画的这个很正。接近正三角，它的三条边几乎相等。如果没有规定，所以我刚刚才会跟你说，如果规定你三条边一定要不一样，你可以画出来。可以。我画了吗？画了。一个。我在为你啊，你画。你要不要再上来试一试？我在为上去画。喂，上去画三条边不等式。去用。没有规定画哪边是画一条，要三条直直的，只画一次，用尺画。对，不然就是画这一条。你们很多人都画直角、三角形。像这样，你们很多人都画像这样，很多、哦。你眼望过去，很多人都画这样，就是你的三个角里面有一个是九十度角，很多人都画这样。就是你有一个角，我不是说你画错了，我是说我们人哦喜欢画正正的东西，很自然而然的习惯，就很多人都会画出一个正正的直角出来，很多，蛮多人都是这样画的。这个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三角形，因为他画的这个角。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那你有没有办法画一个不是直角的直角形？而且三个边都不等式，再画一次。全部往上来画，看起来很简单，你画给我看，你能不能画得出来？画大一点，不要画太小。我说你看画出来是等腰三角形，所以我说不容易。洪德惠的第二次尝试，上面两个边一样长，下面比较长，这是一个等腰。所以我们人喜欢对称的东西，这是天性。你画在哪里？在这个角度。哦，好，你用我的东西去画，我画一个。就三条线都自己画，三条线都自己画，每一个人都要画，再画一次，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。没有想象中那么难。三条边又不等长，又不准你画直角。好 ，OK。好，这个就有达到目的，三个边都不能长，而且又不是直角。三个边都不等长，而且不是直角。请问一下，从这个边量到这个边，我会量出几度？大约90度。讲得好，超过90度。
所以这个角是一个什么样的角？钝角。这是一个钝角。从这个边量到这个边呢？锐角。锐角。从这个边量到这个边呢？锐角。所以两个锐角，一个钝角。除下，你可不可以画一个三角形，里面有两个钝？不可以。画看看。说不可能的请举手。其他人不确定画。你说不可能，请你画给我看，为什么不可能？来画，请你画一个三角形，有两个钝。如果你说它不可能，你画给我看，为什么它不可以？为什么两个钝就形成不了三角形？我做，画出来，先不要讲，画出来。可是画不出来，你用下来吗？用画的。不用下来吗？可以，用画的，用写的都可以。好的。其实也可以通过画图解释。我现在要请你画的是，你能不能画一个三角形，里面有两个钝角？或者你跟我解释，为什么画不出来，或者是为什么画得出来？画得出来，你就会画出来给我看。画不出来，你会透过什么样的图形，或者透过什么样的文字跟我讲画不出来？我现在要请你们画一个三角形，有两个钝角，非常好。这个图就是一个最好的解释。其他人再试看看，我再给你们一点时间思想。我要你画两个钝角，而且它必须是三角形的角。如果你觉得你画不出来，你必须要通过图形，或者是
两个字就好。刘威快画出来吧，刘威你应该用尺画，你的工具呢？很清楚对不对？你画了就知道，行吗？没办法。跟这个画法一样，先给一条边，对，然后画德威的画法，先画一个直角，再画一个直角，会发现这两个可以碰，碰不在一起就形成不了三角形，所以这个也形成不了三角形，两个都没办法。那你画的方向不一定要跟我一样，蛮多人都是这样画，其实都无所谓，你怎么画都没有关系，反正就是两片跟碰不在一起。换句话说，我不可能两个顿，也不可能两个直，也就是说三角形里面可以有一个顿，可以有一个直，对不对？但是绝对不可能会有两个。那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角度其实还蛮有限制的，注意看哦，我如果想要跟它碰，我绝对不能90度，对不对？而且我也不能比90度大，我如果想要跟它碰，我一定要怎样？一定要比90度还要，这个角度一定要比90度，这个角度一定要小于90度，还有这个角度一定是小于90度，对，可以吗？把这个图画出来，这两个一定要小于90度。这个可以解释一个东西，不会，这个也不错，这个方向哦。
少掉的这个角跑到这里，这个角再补上没有少的这个角，这两个角刚好几度？90度加90度，再告诉我什么句型？内角一百。对，三角形内角一百啊，是这样子的。我再跟你们解释，这个角加这个角加这个角加起来是一百八。来，把这个很好的画一下，三角形内角为什么一百八？三角形，三个角度为什么加起来可以变一百八？本来两个九十度角碰不起来，我把一个九十度角变小一点的时候，结果这个少掉的角竟然刚刚好放在这里。这个角本来应该是跟这个相等，结果呢，这个角又跟它相等，感觉上就好像是。我把少掉的角补到这里来，而这里来的这个角刚好是这个三角形的一个角。啊，这个角竟然就是这个角的话，这两个角加起来就会就是六。也就是说，这个加这个90度，这个加这个90度，啊加上这个角就刚好八百。这个叫做三角形的内角180，也就是说三角形三个角加起来就是会180。抱歉，三角形，这个把它记起来。三角形，你刚刚所画的任何一个形状，三个角度加起来都是八度，刚好就是两个直角，刚好。请问那你看到什么？三角形就是三角形。如果维持一样的，如果维持一样的高度，维持一样的高度再走，你看到什么在？直角在消失的。你看到什么在变？
来想一想。要不直了啦，你头很大呢。可是我好，有东西可以让我卡一下。哇操！差吗？橡皮筋可以长一点。就别打了。好，这个小一点会比较容易吧。请问一下，这个三角形什么东西没有在变？下面那一条长度永远不会变，对不对？ OK 吗？可以。那如果维持一样的高度再走，如果维持一样的高度再走，你观察一下它的角度。从左边变到右边。你觉得它的角度？如果你观察它的角度，越往旁边会越怎么样？小。下面扁。下面变大。下面变大。下面变大。下面的角度大，你知道吗？下面的角度大。我变得真的真的。好，这个三角形越往旁边会越怎么样？扁。越扁对。越来越扁，越来越扁，越来越扁，代表它面积有变小吗？没有，没有。如果维持一样的高度，如果维持一样的高度，没有变小。你觉得它的面积有变小吗？没有。会因为它拉到旁边，拉到旁边很扁很扁的土地，它不够吗？这个三角形跟回到原来的这个地方的三角形，如果高度一样，面积如何？还记得三角形面积怎么算吗？乘高除二。乘高除二，有机会再跟你讲为什么要这样算。好，它的高度都不变的情况之下，有个东西是在变的。你注意看一下，什么时候有机会产生角度相同的时候？正三角。维持高什么的时候？中间呢？当我拉到什么的时候，它的角度会变圆。拉到圆的时候。还没拉很圆，什么时候很圆？零，差不多也到。什么时候很圆？零零零零。哦，这个时候对。那我觉得。当什么的时候？你手放下来。当什么的时候？这个时候是什么的时候？等腰中的时候。这个图形叫什么？等腰中的时候。等腰啊。这图形叫什么？等腰啦，正，等腰啦，等腰，对不对？等腰啦，可以长长的等腰，也可以什么？短短的等腰。哎，就是那两条橡皮筋是怎样？一样的长，对不对？正正的上去，正的那一条，正的那一条是什么？请问一下，我这一堆等腰三角形都沿着什么在跑？那一条线在哪里？在我深深的线。叫我两个，我操！哇，我真的好爱你。你看啊。出来。我刚刚在拉的时候，我要沿着哪一条拉才会拉成两条？那个中间那一条是什么的？中间那一条，对谁来讲？对谁来讲是中间那一条？对谁来讲？对，那旁边的那。对。对谁来讲？对。这下面那一条了。对谁来讲是中？什么叫做中间？什么叫做中间？就是中线。什么叫做中间？中线在哪里？就那条边除以二了。然后呢？然后上去。上去怎么上去？垂直的上去。垂直上去。我可不可以往下拉？可以啊。所以我是直的上去，而且是中间上去，对不对？这一条会让我画出
我们要三角形，三角形，而且还会让看到什么？等你要直角形，这两个什么关系？所以角度加起来角度，我想想，这两个角度，角度一样，对，角度一样。来，把这个图画在图七上。那个，谢谢。它这一个是没有弹性的。当它这个在拉的时候，它有办法固。当它这个在拉的时候，它有办法固定高定。因为它的长度被固定，所以它没办法固定它的高度。你发现越往外面，它的高度就越低，越往这边高度就越高，最高的时候在这里，然后就越来越低。看到没？它跟我刚刚的差别，大概就是因为它是没有弹性，它的长度被固定，长度被固定了，所以它那个高度会因为你的三角形的样子而不一样。那我刚刚是用橡皮筋有弹性，所以我可以随心所欲。我只要正正的往上拉，正正的往下拉，我都可以拉出等腰三角形。这些所有的图形都叫做等腰三角形。然后这一条拉动等腰三角形。就是可以让我形成无数，其实我也可以往下拉，下面也可以画。这一条直直的又在中间的这一条线，因为它有垂直，而且又平分，所以这一条线我们称为它这一条线是把谁给？这一条线是把谁平分呢？是把下面这一条黄色线。是把这一条线平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一条线是跟这一条线垂直的，所以这一条线叫做，你要讲名称的时候，一定会讲说它是谁的，所以它是这一条 AB 的垂直平分线。谁的很重要，它是谁的？我们这一条线是先有它才画出来的，先有 AB 才画得出来，才拉出来。我刚刚是先固定下面固定之后开始去拉的，所以下面固定之后我才知道要怎么拉。所以这一条线为什么能够拉得出来，是因为我先知道了 AB 这一条边。垂直平分线我们会简称三个字。垂直线。所以怎么讲？会讲到垂直，又讲到平分呢？垂平线。那也没有一个。直分线。三个字，最后一个字是线。工程线呢？直线。我有最后两个字。垂平线。必须要讲到垂直，又要讲到平分，那要怎么讲？直平线啊，直分线啊，分直线啊。垂平线，平是平的，平没有分的。垂分线啊，半垂线。半垂线。纵贯线。纵贯线。我的膝盖线啊。中分。我们说中间吗？中分线啊。中什么线？中分线。中分有讲完吗？中垂线。中垂。高峰脑垂线，你以为变成二轨？没有，中垂线。明明就有学过，很简单。垂直平分线，我们也可以把它简称为中垂线。你要注意一下，你可以把它简称为中垂线。然后等腰三角形下面这两个角，我们给它一个名称。你觉得会把它命名为什么？为什么叫底角？因为它在下面，安尼黑的稳稳嘛，放在底下这样摆，这样三角形才稳，所以放在底下，所以下面的这两个角
叫做环境。这个也是，我们叫做影响。那家里监管的，因为监管顶端在上面顶端，所以我们说这个叫影响，叫做影响。那 CA 这一条线。CA 这一条线跟 CB 这一条线，我会给它一个名字，一个是腰。腰身嘛，对不对？班上同学谁的腰身最？苗条。谁的腰最小呢？元璋。好。最大。好。谁看不到腰身？我。蔡云南高。你卖故意些了，下位了。我感到很喜欢。元璋啦，还真没看到腿肉。把它写上去，都要写，好不好？啊，不要真的。我们说这样子的三角形。我们把它称作什么？直角三角形。那如果钝角，钝角，这个三角形可以把它叫做什么？钝角。所以我会把它叫做钝角。来，这个三角形的话，所以什么样的三角形我会把它叫钝角三角形？就是有一个钝角的。钝角就是有一个钝角。你会怎么规定什么叫做钝角三角形？超过九十度，大于九十度有几个？一个就好。上去。什么叫钝角三角形？什么叫直角三角形？什么样的情况这个三角形我会把它叫做直角三角形？什么样的情况我会把这个三角形叫做钝角三角形？只要有一个角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有一个角，因为两个角也不行的，两个角根本已经不是三角形了，也形成不了三角形，所以我们就不会。所以很关键的就是说什么叫钝角，就是只有一个角，只要一个就好，因为不可能有两个，所以你只能是一个，直角也是一样。那我就会觉得应该还有三角形要讲。对角。还有一个三，还有一种，还有一种三角形，我们叫做锐角三角形。那就要请你们帮忙，这种三角形它的三个角度到底是什么？钝角我们知道，直角我们知道，那什么样的三角形我会把它叫做锐角三角形？是什么样的三角形？三角形是一个很特别的三角形，只要有一个角超过九十度，我就把你叫做钝角三角形；只要有一个角刚好九十度，我就说你是直角三角形。那么什么样的三角形我才会把它叫做锐角三角形？三个角都可以，没错，三个角都必须比九十度大，因为只要有一个刚好变九十，它就变。只要有一个超过九十就变，所以如果你想要叫到锐角三角形，你必须不是钝角，也不是直角，所以你唯一的机会，三个通通都必须，三个通通都必须来，好好的写好。你等会你还没写。你要写什么样叫做？还有一个对角三角形，你想对角三角形？就自己写哦。什么样的三角形叫做锐角三角形？它必须三个角都比九十度小。有很简单，因为它只要有一个是九十度，它就变直角三角形。只要超过九十度，就叫钝角。所以它的三个角度都不能刚好九十或超过九十，所以它的三个角。必须要的就是多少钱。
过跷跷板吗？没有啊。中肯吗？一个。